桥头堡，海州是璀璨浪漫、古幽神奇、令人神往的福地。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“一带一路”在连云港交汇，海州正是这座焦点城市的中心城区。这里有近百万勤劳智慧的人民。和700平方公里的土地，江苏沿海大开发，长三角一体化，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，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四大国家政策机遇再次叠加，古城海州正焕发勃勃生机。这里是孕育灿烂文明的故土。自先秦设渠县以来，这里是中国万里海疆唯一以海治州郡的地方，已发现30多处文化遗存，证实东夷人10000年前再次生息繁衍。2件国宝被誉为东方天书的将军崖岩画，是我国沿海最早记录6000-7000年前反映先民生产生活星象观测祭祀的文化遗存，比敦煌莫高窟还早200年的孔望山摩崖造像，是正史史籍没有载明的海上丝绸之路从海州出发的文化遗存。2500多年前，孔子携颜回、子路等弟子在此登山望海，吴王阖闾在此逐海为岩，开创淮盐晒制历史，史记秦始皇历史于此，至为秦东门阙。北朝东魏武定7年，至海州府，统领6郡19县，1500年来成为苏北、鲁南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军事重镇。淮盐制作、五大宫调、淮海系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扬神州。农历4月8，白虎山庙会500年来成为苏北鲁南展示文化民俗物资展销的盛会。海州是旅游休闲的故土，云台山、锦屏山蕴藏着丰富的山岳旅游资源。这里是西游记、镜花缘文化的发源地，桃花涧的桃花，鱼湾的水，孔雀沟的松涛，徜徉其间乐不思凡。千年阿育王塔、海宁、海清禅寺、龙洞庵、普照寺，千年的城隍庙、玉皇宫、延福观，20多个佛寺道观，让人远离喧嚣浮躁的尘世，听禅参道，净化心灵。孔子登山观海的孔望山、凤凰古镇、板浦古镇、匡衡古井，唐宋元明清以来石刻文化，让人发古之幽情，叹沧海桑田。2014年7月，海州区翻开新的一页，原新浦区、海州区整合为新的海州区，辖区面积697平方公里，常住人口83万人，成为古城新城和谐交融的中心城区。在海州这片要素资源富集的故土上，拥有海、河、陆、铁、空五位一体的综合交通体系，是国内40个综合交通枢纽。连云港海运通达世界1000余港口，连霍、沿海、宁连、连林4条高速通达全国，疏港航道连通京杭运河，建设中的连沿、青连铁路、北连青岛、南连上海、
实现沿海铁路贯通，即将建设镇阳淮连城际铁路、徐连客专高铁、空港开通北京、上海、香港等国内外几十条航线。海州先后制定了滨河绿城规划，板浦、新坝、锦屏、浦南四个镇城乡统筹规划，新浦经济开发区西区规划，现代服务业集聚区规划，中心商务区规划，孔旺新城规划，海州古城复兴规划，城市西出入口规划，现代农业产业园规划等八个规划方案，围绕一城两山三组团空间布局和一新一带三区的产业布局，将城市建设、城乡统筹、海州古城复兴、三次产业发展等统筹布局，拥有100多平方公里可供开发土地资源。这里水资源充足，辖区有10多条河流汇聚于此，东有云台，南有锦屏两大山脉，可谓半城山水半城人。辖区大中专院校汇聚，基础教育实力强大，人才荟萃。这里是投资兴业的沃土，海州区正在描绘一幅壮美的画卷，围绕一城两山三组团空间布局，推进组团开发。新海新区按照智慧新区、水映山城的规划，建设商业休闲、商务金融、科技智慧创意和旅游产业的城市副中心。滨河绿城围绕水绿文化和滨河文化发展总部经济、创新产业、现代物流、休闲体验等功能，建设港城西客厅、活力滨水城、绿色休闲岛、凤凰新城融合新城旧城，展现山水特色，建设六朝文化、宗教文化休闲漫城。孔旺新城依托孔旺山秀美风景，建设文化山水和谐新城，复兴海州古城。板浦、新坝、锦屏、浦南四个新镇区以都市卫星镇、城市后花园为定位，建设城乡融合新镇区，重点推进 BRT 一号线沿线的天然居、烟草巷、中药学校、交通局等10多个旧城区地块改造建设，高点错位发展都市工业。海州开发区做大做强专用设备产业园，重点扶持太阳与太阳能、正大天晴医药、英优纺机、天明机械、黄海机械等20多个国内单项冠军的新能源、新医药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，70平方公里的通用设备产业园，重点发展数控机床产业、医疗器械产业、电子信息产业和中小企业园，并构建2个综合服务工业邻里中心，即办公、研发、信息服务、培训、医疗、餐饮、休息娱乐于一体，现代服务业集聚园区，重点发展电子商务、研发设计、总部经济、新文化创投、现代物流交易、金融保险等现代高智慧服务业经济。依托2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、2个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，提升50万亩农地效益，推进10万亩浦南、5万亩云台农场蔬菜出口示范区、10万亩新坝、5万亩鄱阳河等4大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发展。在这片广袤的沃土上，正绘制一幅壮美画卷。这里是商贸宜居的乐土，海州区是最繁华的商贸集聚区，拥有以苏宁广场为代表的城市综合体及各类大型专业市场50多个，以国家百城万店无假货示范街、龙海步行街为代表的各类特色街区20余条，初步形成以通贯路沿线 T 字形街区为核心的1000亿元中央商务区，
拥有大润发、乐天玛特等购物广场，年市场成交额超200亿元，加快利群、恒润、菲律宾 SM、 苏宁广场二期等城市综合体建设，商业综合体开工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，建成连云港水晶街，精心打造沿河巷明清古街、民主路民国特色街、居家养老一条街、海鲜一条街、花鸟古玩一条街等特色街区，繁荣壮大义乌小商品城。城区分布苍梧绿园、玉洲公园、东西沿河河滨绿化景观带、龙尾河景观带、玉带河滨河景观带、青年公园、孔望山公园，完成新浦公园改造，完成蔷薇生态岛开发，全区公园绿园游园42个，人均绿地11.7平方米。海州是连云港城市之根，文化之源，这里正成为500万人民、100万市民向往的购物休闲旺地，生态宜居的福地，当地人自豪、外地人向往的魅力城区。海州是实现梦想的福地，心有多大，梦想就有多大。立足海州，纵横